下面请您欣赏爱情传奇，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呀，这会儿比刚才又多了一个观众。这眼神还真不错。那是啊，刚才是岳云鹏跟孙越，哎，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是，又换上我和于老师再说一段。只要是于老师往外一走，一定有女观众大声的喊啊，喊爱您啊！嗨，大伙儿太爱我。你看，哎呀，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是吧？你们的想法就是要嫁给于老师，嗨，给郭德纲生孩子。那咱们仨就好好过吧。你们这是憋着累死我呀。哎，行了，我们俩特别好，是打小说相声在一块儿，一晃半辈子。哎，我看谦哥有白头发我都感慨，岁数大了嘛。那会儿小脸蛋儿一掐一兜水，别太使劲。现在上岁数，哎，也别说你，我也是。什么？原来说相声站在台上三个钟头四个小时不觉得累，年轻啊。现在站时间长了腰酸腿疼啊。没错，连他媳妇儿都说我。我媳妇儿怎么说你啊？你可不如原来了啊。谁说的？干嘛非他说呀？这个孙越的媳妇儿也说呀。是啊，侯震的媳妇儿也说。嘿，好嘛，很多说相声媳妇儿都这么说我。哎，人缘真不错，交朋友呗。什么交朋友？这是我的亲哥哥，是一样的关系好。我刚进北京那年16岁啊，那会儿就认识他了。对，就是我们这帮小兄弟的大哥。我长几岁都怕他。怎么会怕呢？你看人家那状态。哦啊，那样儿。嗯，老大哥的状态是处处咱不懂问人家啊，有事要请教。16岁刚进北京的时候，他带着我到处演出。印象特别深啊。他领我去北京那个五星酒店去演出。那时候五星级酒店少，80年代末那会儿住店还是什么国营旅馆呢，招待所。哎，住那吧。没见过五星酒店。对了，看哪儿都新鲜高档，到洗手间都纳闷啊。谦儿你快看看怎么了。你看小便池比你们家吃面的碗还白。哎嗨，没有那么比的。谦儿哥您看看吧。什么呀？这小便池里泡的那个粉色绿色红颜色的球是干嘛的呀？嗨，那是结节球。那会儿哪懂啊。于谦看看。我给你讲讲，这可能是谁横着那糖掉了啊。瞎解释不懂，真相信是。哦，信了。尿完了我出去在外边等他。哦，一会儿于谦出来了。不，我含上了。好，我自个儿给我说的都信了。不知道绿色的什么味儿。哎，对，我再尝尝黄色的。挺好。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来台上你看有时我们逗着玩啊，但台底下我一直很尊重他。是这样，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这是属于畜类拔萃的人。这还尊重呢？我都改畜类了。 有名词吗？啊，这都是畜类拔萃的人。没听说过。那叫畜类拔萃。畜类拔萃的人。对，好人。是，这么些年来于谦老师啊是一个连洗头房都没有去过的人。这什么品评标准呢？这是，可能现在洗头房也没什么了，现在都淘汰了。20年前啊，洗头房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什么呀？一个不大的小房间。哦，玻璃门玻璃窗。点着一个粉颜色的小灯。屋里边坐着一个化好妆的大姐姐。咋还大姐姐？她说她是美容美发。哦，你把这屋拆了，你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人家不用这工具。很多相声演员爱在那个地方采风。采风啊，那叫。他们说便宜。哦，但是于老师没进去过。咱不去那地方。他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地方。思想单纯。在那儿走，他就走过去了。就过去了。非得里边这大姐敲窗户喊他。还叫我噔噔噔。哦，玩会儿吧。嚯，谁玩谁呀？这个我说这
怎么这么粗的声儿？那个那么大岁数，别说这么脏。不是，他干嘛这么粗声？他不懂哦，他当时就能吓一跳哦，愣住了。多少钱？别问价儿，我都不进去，我问什么价儿啊？我认识说相声的只有两个人没去过。哦，除了我还谁呀、啊？那个人叫孙越。哦，给小月月捧哏那个。孙越没去过。哦，他也是单纯，进不去啊。门太窄是吗？太胖了。哦，他让人家出来，人大姐不出来。怎么呢？人说我们这玩意儿没有露天作业的。废话，还等新词儿，还露天作业？孙越，你们刚看见了？刚下去的呀。啊，一般的桌子挡不住他。啊，这是他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太没有型了。那个、坐飞机买两张票，您听听。两张都得靠窗户，那就把人过道给堵上了。在德云社，在我办公室，我骂他，我说你太胖了，你还不死去？哦，推开二楼窗户，啪就跳下了，死了，腾又弹上来了。好家伙，弹性太大，地上一个油印儿。哎呀，就这么个人啊。嗯，哎，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嗯，是为了告诉你们，于老师是正人君子。哦，就为说我，哎呀，重情，重情是对的。呵，啊，这一点他随他父亲。哦，父亲，老爷子也是重情。怎么呢？据说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啊，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这叫重情吗？这个、他随他爸爸，我也这样。六岁就爱上了他的表妹。表妹那不行。表妹叫绿茶。绿茶婊，您说这词儿我们懂。那个，我爱你表妹，还表白呢。表妹说不行。怎么？你说表哥呀？哦，我哪能嫁给你呀？人小女孩懂，以后长大之后我是要嫁给王子的。怎么就非得嫁王子呢？小女孩嘛，都有这个梦嘛。有梦也不能必须嫁呀。我是公主，我嫁给王子，他来自远方。啊、远方。我的王子他叫独孤孤独咕噜嘟子。好家伙！滚过来的这王子是，我一定要嫁给王子哦，到一个遥远的国度。怎么就非得嫁呢？因为我吃饭拿筷子拿得远，这代表什么呀？民间传说，拿筷子拿得近嫁得近、哦、拿得远嫁得远，有这么个解释。表妹说我拿得远哦，果然越拿越远，到后来两根筷子接着一块吃饭。好家伙，长大后果然嫁给王子了，嫁给炸油条的了。嗯，嗨，对，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的筷子。嗯，于老师重情，这没说出我重情来。跟嫂子结婚之前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这也很正常啊。这个女朋友的名字叫彪子。我这女朋友叫彪子呀？她是一个模特。那不错。车模。车模漂亮啊。叉车车模。这叉车还要什么车模啊？这个好看，就是有一点罗圈腿。罗圈腿拿衣服一挡不叫毛病，稍微厉害一点。怎么罗圈啊？穿旗袍腿在外边。好家伙，这坐在汽油桶上了。这位背着发动机就是一辆汽车。好家伙，谦哥爱的都不行了。我还真喜欢他。太棒。怎么好？我还没玩过独轮车呢。嘿呀，别说了，姑娘可爱。如果去整容需要两块钱。两块钱那就挺好的。一块钱坐公交车到那儿，大夫说弄不了，一块钱又回来。嗨，费这个劲干嘛呀？别的姑娘笑起来很好看，她呢看起来很好笑。嘿哈，没法看了吗？那不，哎呀，没事还爱化妆，还抹抹粉带花。嘿，脑袋上花一圈一圈的带。哦，谦儿领着他走到马路上，谁见谁问。问什么呀？给谁送花圈去啊？好家伙，脑袋太大了。两个人你爱我，我爱你，互相爱慕。经常没事找一个喝甜水的地方，就坐在水吧呗，冷饮、啊、对面而坐，一人捧了一杯黑珍珠的奶茶、哦、这么一大杯，嘴里叼着吸管、啊、嘟。好，这是喝呢是吹呢？这是嘟玩呢。这一吹啊，呛着了。哟，哎呀，彪子喝这、嗯、
他呛着了，一呛着了，嗯，这点黑珍珠，嗯，顺着彪子那鼻子眼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哎呦，太恶心了啊！满桌子都是，多大鼻孔啊！这啊，把谦儿乐坏了啊！哎呀，我还捡呢，哎呀，行了。多脏啊！这个彪子一看受不了了，他都受不了了，夺门而出，人家跑了，谦儿赶紧追呀、啊，那得追呀、啊，把门夺回来啊！他抱着门跑的是吗？我说夺门而出呢，俩人分手了，那我赶紧分手吧。彪子是于老师人生中的一个过客，赶紧走，过客也是客，该接也得接。好家伙！我这人生是接客的人生，嗯，到后来认识了嫂夫人，哦，对，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老话说得好，恩恩爱爱呀，真棒，不错。你到现在，谦儿开车带嫂子出去，嗯，无论到哪儿一停车，他得下去开车门让嫂子下来，这叫绅士风度啊，列位。啊，如果您在停车场，嗯，看见一位先生主动拉车门，嗯，只有两种原因。第一种，第一，这个车是新的。哦，第二呢，这个娘们是新的。这嗨，反正得有一个是新的啊。嫂子对他真好。哦，这些年来，实话实说啊，嗯，头上戴的，脚底下穿的，甭管是内衣鞋乱七八糟，全是嫂子给他安排。我就不用操心，他跟我感慨，嗯，我都快不会花钱了。怎么叫不会花钱呢？不用我买呀。对，没错，都是你嫂子给我买呀。是，感动啊。前些日在杭州我们演出，哦，剧场门口有一个老太太，嗯，摆个摊卖那个毛线织的帽子，就是小商品。钱儿说我得买，我干嘛买这个？一个是就让老太太挣点钱，哦，照顾一下；一个是我得练练花钱了。哦，自己要花钱。老太太自己织的毛线帽子。啊，于谦买了三个不一样颜色的，都什么色儿啊？一个芹菜的，芹菜；一个韭菜的，啊、哦，一个青萝卜的。我自个儿买了仨绿帽子，回家照镜子，呵呵，一个一个的戴，还是呢。媳妇儿在旁边看着他，他说什么呀？其实你不用买。不用买怎么办呢？你说一声就行。没听说过，哪有这么逗的？你瞧你缺心眼吧？啊，买三个绿帽子。是啊，你看我，你看我穿这身黑衣服怎么样？像不像个寡妇？怎么说话呢？这还有点好话没有了？就这两口子这份儿，啊，刚才在后台换衣服，是脱衣服换裤子。啊，我一看他换裤子，我感动坏了。怎么了？人家两口子穿的情侣裤衩。嘿，哎，哎，你先等一会儿，你等，嘿，哎，哎，过来，你说清楚了，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哎，别想啊，这现编是怎么着？孙悦告诉我的。好家伙，嗯，可是就我一人不知道。我跟孙悦他媳妇儿说的。哎呀，怎么那么乱？咱们是个大家庭。反正我一直是拿他们两口子当亲人。啊，是，不管我心里多别扭，嗯，有点什么事我还愿意跟他媳妇念叨念叨。啊，他跟他说跟谁吵架了吧？嗯，哪儿工作上的不如意了？哦，你心里别扭，嗯，跟嫂子去说一说，去叨了叨了。不管多麻烦的事情，嗯，反正到最后吧，嗯，他媳妇儿一定会说服我，嗯。怎么那么别扭？这句话说的。行啊，你这哎开心，就你说的别扭，那就说这个事儿。当然了，嫂子有别扭事呢，也找我。和你们俩这关系呢？谁跟你乐了？我以为你捧我呢。谁说的？嫂子来电话了。哦，德刚，你来一趟。哦，有事儿找你。嗯，挂电话我就去。那是得去啊。嫂子，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这话对。啊、哎，于谦的家。哦。伸手拍门，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拍了，你这多拍几下不成吗？你，哎呦，
你就敲门得了。一敲门，嗯，听里边出来的人就知道是你媳妇儿。怎么知道的呢？呵，一边走一边唱着小曲小调呢。啊，他唱什么呀？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啊！哎呦，就穿上，毛裤都脱了，打开门，啊，嫂子。死鬼！哎，嗯，谦儿哥呢？啊，你来的正好。哦，刚走。哎，刚走啊，那叫正好吗？你看嫂子穿着超短裙了，什么天穿超短裙？你看在家怕什么的了啊？哦，超短裙也不是特别短，到哪儿啊？到锁骨。啊？那不是超短裙，那是假领子。您说那个？上头这个边儿啊，在这个、啊、这个锁骨上头。谁问上头？我问下头。在锁骨下头。哎，好，还是那么长啊。这个进来了啊。啊，你吃饭了吗，兄弟？哦，今儿有菜有饭，你先吃吧。啊，吃豆腐好不好？吃什么豆腐？麻婆豆腐、凉拌豆腐。啊啊，给你切盘这个吃吧。这是一盘金花火腿，韭菜。嫂子，这是什么呀？不认识。这你不认识？什么菜？有一腿。哎，不，你们这关系非搁明面上说是吗？吃，我给你包饺子。还吃饺子？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什么话呀？好吃啊不如饺子。嗯，好玩啊啊可不如包饺子。哎，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吃饱了喝足了啊，嫂子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对，说正事儿吧。怎么了，嫂？您别哭，这会儿他回来，我说不清楚。哎，嗨嗨，你想的也多了。怎么了？啊，我问你点事儿，只能问你，别人不知道。哦，是嫂子，您说吧，什么事儿我知道，一定告诉您。嗯，因为你跟于谦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又是同学，又是好伙伴。是，你一定跟我说实话。你说什么事儿？他上学的时候，嗯。就是每天睡觉前要吃干炒黄豆吗？哎，你提这事儿干嘛呀？您这玩意儿就这前后都勾着的还。所以你看我们的演出啊，嗯，每一段都要认真的听。啊，你看到这儿了，人都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哎，对。小子说练补气嘛，就别提这补气了。晚上吃黄豆，十斤干炒黄豆，三盆凉水吗？啊。现在于谦结婚之后，干炒黄豆照吃，哦，三盆凉水呢，换成桶装水；一盆凉水呢，换成桶装水一桶，也喝三盆。哎，那个玩意儿，您想啊，它漏气，真漏。早晨6:30准时，踢踏嘟踏桶踏当当当当当啷，没有那么大旋律这个。哪有那么大旋律？6:30放到7:00，半个小时。他媳妇儿7:30苏醒，都熏晕了，是怎么着？啊呀！啊！不不不不不不！那么大土吗？脸上的豆面先打不打？你们都吃过北京小吃驴打滚吧？嗨，别那么形象了，就那样了。哟，还有一个整的黄豆。哎呀！没嚼碎，就别提这个。嗯，后来他媳妇上医院检查，有轻微的脑震荡。这多大震力这？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嗯，就问他可不可以不吃黄豆？对了，他改了黑豆，劲儿更大了。那了不得了啊！后来媳妇说这怎么办呢？啊，就问我有主意没有？哦，我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吃豆子叫什么秉性啊？一晃十几年了，20年了啊，改是改不了，是你可以吓唬他，怎么吓唬？你就说你要这么放，嗯，早晚有一天把肠子放出来，这个也过了。他一害怕一紧张就不敢了。哦，我走了，嫂子真听话，他说来了，于谦你不能再放了，哦，再放肠子就出来了。是。他多坏呀，我哪信这个？听你那个去了。对，你越这么说越坏。加大剂量，这还怎么加呀？这12斤，好家伙，12斤，
带家务啊，五分之一。嗯，天天早上起这屋里边叮当叮当。嗯，媳妇儿后来实在没辙了。嗯，有一天给他跪下了。哦，你能去找个外遇吗？什么呀？这有这么劝人的吗？怎么都不成。说归说，闹归闹，嫂子还是很疼他。哦，这天早晨他媳妇儿给他做早饭。啊，北京的名小吃叫卤煮。哦，就是卤煮小肠，只有北京人吃。嗯，北京郊区的人都不吃，买很少，就是用猪的肠子做的。没错，买的猪的肠子，一边洗一边恨。嗯，你就放吧。啊，你这样早晚得把肠子放出来。呵，我说话你也不信。嗯，怎么了？我媳妇儿干嘛这么阴险啊？这个老说他也不信呢。是啊，今天有肠子呀，那怎么办呢？我把肠子扔在被窝里边啊。他放完了，一看，这不吓一跳吗？哦，太棒了！呵，把肠子拿出来擦干净啊。多少肠子呀？这是70斤。好家伙，这猪才多沉呢。来到里屋，一掀被子啊，走。嚯，我能让这肠子给撞地下去。盖好了被子，媳妇儿出来了啊，在外边包葱包蒜，看着表，还接茬。6:30啊，听屋里边，叮当，嗯，结束了。10分钟，门开了啊。于谦脸都白了啊，不许进来啊，不让进。啪，把门关上啊。又过30分钟啊，门打开，于谦一身轻松。哦。媳妇儿，嗯，你猜怎么着？哦，你总吓唬我说把肠子放出来。对，我原来还不信。是，今天真放出来了。是啊，不过你不要害怕。怎么呢？我把它都塞进去了。我去！后来啊，这个，哎，那还。您这玩意儿还有连本的，是怎么着？一说一乐的事情啊，大家出去不要传这种事，不好听。谁传这个？在相声的舞台上，郭德纲只占20%。哦，那8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不，好家伙，都只是说他们呢，合着。有人指责我啊，为什么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家人？啊，为什么说他媳妇？为什么说他父亲？您解释一下。真的好多人因为这事气得够呛。哦，还有好多道德表演技术家们，呵，觉得接受不了。那怎么了？哎，相声嘛，表演形式一种是才艺展示，两个人站在这儿学唱歌、学京剧、学跳舞、学表演。嗯，除去这一类，剩下就是两个人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第一种就是我。哦，你比如刚才郭麒麟说的那个我的恋爱经历，我是主人公。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捧哏的，就我他们家的事儿。嗯，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嗯，我们两个之外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人的亲属，外人不行吗？哪能说观众啊？哦，哎呀，有一个人他媳妇跟我可好了，你看就是那边那个观众，就是他。嚯，这没演完打起来了。是啊，我们也不能说别的啊，就看大门那哥们儿，人家不像话呀。嗯，只能说我们自己，因为这是假的呀。嗯，你说你看电影，这跟这一被窝，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这管这叫爸爸，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嗯，这儿一掏枪，他躺地上哆嗦，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怎么到我们这都是真的呢？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嗨，一说一乐。嗯，我给你快乐，你给我饭吃，就是这么简单。跟谦哥这一晃合作都快小半辈子，嗨，好几十年。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谢谢您。因为这快50的人了啊，再有什么说什么。你真有个好胆儿，你说你那家里孩子大人都是我替你管，我用不着。嗯，那还有一个印度娘们也是我。哎呵，那个早归您了，那个。嗯，不是，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确实啊，土埋半截儿，半截儿差不多。啊，半截儿反正埋着啊。呵，好嘛。先埋在上边，希望您健康长寿，谢谢。嗯，这种演出叫师徒父子相声大典。对了啊，这个每年春节左右德云社演出部统一开会，哦，他会问我
今年您的演出安排，比如说10000以上的演出您去哪儿，嗯，啊，4000-5000人体育馆您去哪儿，我挑完之后岳云鹏挑，然后郭麒麟挑，哎，张云雷，然后其他的不同档次的演员演不同的地方，嗯，然后这种演出今年一共是4场，哦，啊，就是就1-2万人的地儿，哎，上海、成都、西安、北京，是啊，所以说今天头一场我把它安排在上海，啊，非常好，嗯，哎，谢谢各位，嗯，上海观众素质也高，啊，也懂行，哎，这个每次来这儿演出都是最踏实的时候，是啊，跟岳云鹏啊、郭麒麟一说，他们也都挺开心的，高兴，啊，他们都在那儿站着啊，咱们一起让他们上来，啊，小岳，咱们聊会儿天好吗？小岳，范林。来后边的，后边的，让他们上来吧。来，上来跟大伙儿来聊会儿的。来，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来，往前站，往前站。来，小岳，范林，我们站这边来。快来，我有嘴子是吧？啊，我站这儿。有嘴子，都挂着，都挂着。哦，那行，来，那个，也都认识哈。我站这儿，他们有嘴子，来，有话筒的都，嗯，啊，行，来，怎么挂着？行，挺好，就这么着吧啊。嗯，对你一人盯俩，你站这儿好。这都知道，孙越是我师弟，啊，阎鹤祥跟岳云鹏是我徒弟，对，郭麒麟是我儿子，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啊，你先等一会儿，把我们都说进去了啊，啊，这个你跟他有区别啊，多新鲜，他行大，我行二是吗？二的在后台，好了，嗯，这个水平一般，能力有限。嗯，难为您各位这么支持我们，是在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嗯啊，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真的啊，啊，会有的，什么叫会有？会有的啊，这个说相声嘛，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咱们是不是今天晚上还没怎么唱呢？啊，我唱了，你唱的那个哦，你唱的时候我看。观众很开心哈，于老师，哎，他们说的什么？没听见着呢。胖子，啊，他们说的什么呀？没听见。哦，也没听见啊。你们打算听点什么呀？怎么还有借钱在那儿？啊？我听那儿借钱？怎么可能？有人喊太平歌词是吧？啊，行，什么？最浪漫的事儿？哦，这是你的观众吧？嗯，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激动不激动？激动！全场将近20000人，只有一个你的观众。确实惊喜，确实是。你刚才在后台说找我要张票，来了一个过命的朋友，是不是他？是。那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了。是。哦，挺好啊。让你唱，合唱好，要合唱哦。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你不孤独，你有他。啊，我们要合唱是吗？哦，你们两个合唱哦，嗯，来吧。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行了，你够了，够唱了。哎呀人刚要唱到一起慢慢变老，刚要跟你变老，不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啊。那个是小岳的老婆啊。哦啊，好变老婆了，真好。这个每当这个时候，什么？赵花台啊，赵花台，郭麒麟，来。我嗓子，往这儿来，这嘴子我怕不好使，来吧，踏实。我就捡郭麒麟，你要那张票在那儿了哈？哎，嗯。赵花台啊，这不是您儿媳妇儿，还有胡子茬呢。来吧，简单唱两句吧。好，咿呀嘛更儿哩呀，月了影儿照花台，秋夕阳姐定下了计，她说晚把山儿来哟，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哎呀，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下，哎，又到你了。
哦，好的好的啊，还没听腻呢是吗？一起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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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就让你上来，你唱一句，扭头走，他们能唱到十点。你们买的是卡拉 OK 的票，真的上海没有没有 KTV 吗？大家一起唱。嗯，还有什么？清水河呀，来，探清水河，快。哎，他是我们的张云雷。他原来叫张云雷。对，我们这最好看的就是跳楼把脸摔坏了啊。这得摔成什么样啊，就是这啪不就那样了啊。来来，陶燕肩上肩啊。清水河，这是一个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一个小小段子哈。啊，这什么什么什么嘴呢。我们这张云雷唱的特别好。张云雷的粉丝啊。哦，他要那张票在这儿了。啊，听这仨字儿都不行。嗯，陶燕那肩上肩，柳叶儿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纳宫，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啊，好，你睡着了是吧？唱得好，唱得好。我就会这一段。我师父唱得好，我有一个小曲儿是献给于谦老师的。哦，你瞧，这个小曲儿的名字叫《青楼恨》。你瞧，这个题材，于老师专属。于老师爱这个啊，这个题材是我比较感兴趣。嗯，老师啊，但是不是喜欢这小曲儿的，喜欢这地儿啊。青楼是封建社会旧社会。一个风化场所，对了，哎，一个玻璃屋子里边点一小粉灯，嗯，有一大姐姐敲窗户，哎，谦儿来玩吗？玩会儿吧，啊，对，但是旧社会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但是那个女工作人员呢，还工作人员干嘛？这个有技术的女人呢，您就说妓女就完了，有多肮脏？你说的啊，不想从事这个工作了，哦，想从良找个人嫁了。是这个小曲儿也叫《青楼悲秋》啊，是把它献给于谦老师啊、嗯，得嘞，谢谢您吧。皓月呀，当空啊，日同薄昼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一栏杆两泪交流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头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这没听怎么老说到我这儿啊？您这个于老师最爱，不不不，甭最爱，您把这词儿给我改了。哦，把这改啊！别说到我身上。不爱喝酒，不爱烫头啊！这个姑娘她本姓侯啊，侯侯震的侯，就搁到侯震那儿去了。侯老侯老就剩老侯跟那儿了。侯爷侯爷，老侯喊你呢。侯震侯爷说你呢嘿。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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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你要从良了。哎呀，掌声掌声好。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个今天的主持人他是，也是我的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谢谢谢谢，这是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嗯，师傅临去世之前跟我说也没什么给你的，你把他弄走吧啊。好家伙，哎，侯爷是我们好兄弟啊。嗯，这个哎，都上那边去了啊。其实这个说相声真正唱的是太平歌词啊，太平歌词说相声必须会，有两种，一种死词的，一种活词的啊。侯爷您上这儿来，我得跟他们好好考考他们啊。来吧，这个活词的太平歌词最难，没有准词儿，只要这儿有一个人抻出一句来，剩下所有人就按照这个往下爬。哦，现编词儿，折韵都得对。嗯，这要唱错了就让人笑话。你比如说我来一句啊，咱们试试，你们就跟着我一句句走啊。好，你就说，胖子往这边站，你挨着小玉，得一对儿的挨着。哎，好，嗯，来我这边，我这边。哎，来来来来，这边热。你比如说啊，随便拿一个，折得一样啊。好啊。先来没事儿，上西天。你先等一下。怎么了？您是没事儿就死是怎么着？不是，这不闲来没事儿上西天干嘛？上西什么？你怎么着上西山啊？对对，西山啊。闲来没事儿上西山。于老师就得接了啊。我接岩前。岩前山，岩前。上西山，上。瞧见个老头在抽着旱烟，嘿，怎么样？烟前折烟，烟，来来，这个烟袋不长也不短。这是你妈赔下的那个烟袋，对吧？嗯，这个烟袋不长也不短。短啊！小月，该我了，该你了。他是。烫头喝酒爱抽烟，看看把观众乐的，嗨，高了，你这不能到我这儿，您这怎么了？还是这是？他这个人不一般，嗨，你没听说？小强可以往下顺来，不一般了啊，不一般，喝酒抽烟有什么用？这什么辙呀？这是，他这个允许敲三不敲四，第三句可以不合辙，可以不合辙，不一般强。我也想唱第三句，啊，你这来一遍什么？你这个喝酒抽烟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它能让你哎胖的跟月似的，像猪一般。哎，好，哎，这好。怎么说话？可以说这个好。不要耽误，不要打扰我们创作。来，好，你回来。好喜欢。到您了，该到您了。怎么又到我了？对对，一样班，嗯，一样班，哎，那个，你就说这个抽烟喝酒，到底是哪一个？哎，这抽烟老头，我的孙子叫玉谦。哎，好。鼓掌。传统的段子，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这意思。那么接下来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哎，是这个意思。好。哎，怎么样？哎，就这过桥长不长？嘿，好，圆润。因为在我们这帮人里边，我是不会唱歌。您客气了。小岳、郭麒麟那都叫起哄唱歌。没有。最好的是谦儿哥。不是。要岳云鹏，岳云鹏，你爱唱什么歌你？我刚才我那歌都新唱，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你看看，让于老师来一个。他的观众乐惨了吧？啊，于老师那歌比我强。哎，我您老客气，您唱歌也有好几首，大伙儿都能唱。好几一样会一句，会一句也是唱啊。我师傅会的多呀。嗯，啊，这会的不少呢。那歌大腰在冬季啊。大腰。轻轻的。我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耶，挺好的吗？这歌原来是我的原创，后来让齐秦拿走了。嗯，现在我们已经不来往了。嗯，就掰了交情了。我还会那个歌呢。嗯，
万峰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哎，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二人转的，我还会那个歌。哪个？你爷爷我小的时候。你这不等会儿吧？啊，词儿错了，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一样啊。算我嘴欠。所以我这个歌不灵，我前两天学了一个歌，到现在我没唱对。学新歌了？对，就是那个叫什么菊花朵朵开，那个菊花朵朵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看。那叫桃花朵朵开。 我一直没唱会这个。您唱唱，你听听。啊，你给我提个头，头句怎么来着？走啊，我怎么唱这侯爷？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啊，我在这儿。我啊，对的，我对吧？我对啊，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嘚儿啦，没有音儿。您又奔二人转那儿去了？我可能认识二人转的娘们太多了。怎么唱来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小声。怎么跟我唱的不太一样呢？那是不一样。那你带着我唱好吗？啊，可以，我带着您唱。能带过去吗？啊，没错，一带就过去。来，咱来啊，跟着我走啊。嗯，来，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滋啦，美摇眼儿呀！哎呀，不是带过去了吗？啊，你把我带过去了呢。所以说，别费那劲了，您呐，唱吧。这关键就是。得嘞，反正我也跑不了，到这儿，大伙儿这么高兴，我也不会新歌，唱一什么？啊？您就来这点吧。一块红布啊！我也您也挑不出什么歌，我也不会别的。一块红布，咱们唱几句啊。哎呦，还没唱呢，您哪儿就好捧假了？您这，于老师的观众在这边坐着。好，吓我一跳。来啊，啊，哎呦，太开心了。来啊，唱几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你问我看你笑什么，我还要上你的路。就唱到这儿吧。啊，谢谢谢谢。好，瞎闹我这唱。于老师再来一个。于老师啊，其实于老师爱唱，但是就是不好意思，老得希望你们鼓励他，知道吗？啊，得嘞，我豁出去了，反正咱们今儿联欢嘛。啊，还唱什么？假行僧啊，假行僧。嗯，假行僧怎么唱了？我要从南啊。哦，来，假行僧啊，提词器。假行僧啊，还是几句。哎，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于老师的瘾上来了。于老师来一个。瘾是上来了，没歌了。于老师来一个。于老师来一个。于老师学猫叫吧。我跟您说，我实际上今儿能唱的都在那边呢，你们就不老听我唱，你们钱票钱亏了。来吧来吧，好些小还听于老师吗？来吧。我
这没有唱着没有这么唱的，那个让他们这么多唱的好的呢？小什么？什么？什么歌？花房姑娘。哎呦，这是行家，于老师最爱这段了。不行，这个舞台上唱歌啊，它有很多选择性，对，有些中间有些伴奏特别多的，过门特别多的，舞台上唱着未见得好听，好听，控的。这个你们这郭老师站在这儿，你们不说让郭老师来一个，你老挤得我干嘛呀？人家爱听于老师，他听我都听腻了啊。没有没有，岳云鹏，过来，求求你于大爷。大爷，你再唱一个吧。嗯。快点快点，来来来，跪求于老师，您要跪求啊，于老师您要不唱，岳云鹏他可干得出来，来吧，真的啊，跪求跪求他可干得出来，跪个球啊。我哪有脸，我哪有脸。也好啊，都是同行，要什么素质。哎呀，于老师啊，在那个再唱一个，还有意思吗？你有意思。还唱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好，唱这句好吧。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哦，你何时跟我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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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这满天星星，我很感慨也很感动。于老师已经唱了好几段，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啊。但是观众依然很热情。孙悦，别跟那儿站着，跪求。于老师您来吧，还四个人呢，你们跪个球啊你们。您那个周杰伦的歌不也不错吗？哦，周杰伦的也可以啊。哦，哎哎哎，东风破，好好好。哎呀，于老师唱的比东风破还破。这个真不能唱。我们请于破老师唱一个。一会儿椰子。这个真不能唱，这个词儿都忘了，是吧？长时间不唱。让于老师喘口气，喝点水啊，喝点水再唱。小月。过来，岳云鹏，过来，让你大爷歇会儿。来跪球，哪儿就跪下个球啊？上瘾了，大爷，我上瘾了。替你大爷唱一个，你唱完让郭麒麟唱一个，让大爷休息一下。那个朋友们想听我唱什么，我只要我会的我就唱。我女儿情。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还有什么？一封情书。一封情书啊。啊，我唱过一封家书，还有一纸情书。哦，还有一卷纸情书。一纸情书跟毛不易，我给大家唱两句，我能想起来就想起来，好吗？照相。走走走，合影合影合影。咱合影咱合影。
不是，咱这是演出呢吗？咱们。让丫头晚上送个宝宝。您把缸。感谢感谢。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你们都哪儿来的？这都是。给大家唱两句啊，一纸情书后面那几句，换我心为你心，十指相依深，梦将醒，月已沉，佳人何处寻，琴声歇，锦书绝，红颜生生蝶，梨花雪，清风裂，片片相思叶。唱的是河南民歌，挺好。我给你们唱一个叫小帆吧，好吗？没法唱就在这儿，你看他们都是抒情的，你拿那个手机亮着灯哈，这样听完，你叫小帆京剧快板，锵锵锵锵锵，到最后叫小帆都得扔了是吧？改频闪了。叫小帆是京剧《四郎探母》里边一个嘎调最高啊。我唱这个试试，好几天没唱了，最近嗓子也不舒服啊。好，你们凑我听啊。客气。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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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哎，回来！哎。好。打那边又绕回来了，我是不是今天有点开心了？又走了，什么意思这是？怎么意思？看他那身的。正，好，逼扎了。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把他气躺。悄悄反呐！不像话！好，别哆嗦了。好，高啊！高！不像话！你翻八度唱，这个我得先解释一下啊。京剧早先没有这出戏，是吗？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哦，整个唱腔也是借鉴了梆子的模式。哦，我也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听过，我给你们学学河北梆子的叫小翻，好不好？好啊。现在上海市河北梆子剧团还有没有？没有，上海那河北梆子剧团，上海市秦腔剧院呢？嘿，都没有了。我就这些日子没来，这点事业单位都给我取消了，根本就没有。唱着梆子的叫小帆啊，来了。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郭麒麟过来。好了，回去吧，于老师该您了。我也让我跪求呢。我也给大伙唱一个。好啊，唱一个什么的？爸爸，你拿你拿手的呗。唱一个，你唱一个流行的吧，好吧。好啊，行不行？前段时间呢，我在这个优酷上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给我一个18岁。还有一个主题曲叫《18岁给我一个姑娘》，嗯，唱两句好吧？好啊，儿子，嗯，但是唱的不好啊，大伙儿多原谅啊，大伙儿。哎呀，直接唱副歌了，我张不开嘴了，我，您这怎么全噎腮帮子上呢？轻，我学好不容易，学坏快着了。我还是跪求，就指着我抻点了，你看看啊，来啊，青春。我不来，不刚说上海观众最有素质吗？您怎么回事呢？那俩是岳云鹏带来的。哎，本来我们这词儿就不瓷实，别搅和我了啊。嗯，这又想词儿的功夫了吗？哦，嗨，来听我的啊。青，我没完，我说这都谁？你再闹半夜了啊？啊，青春要奔向远方，不知道结局怎样。
音乐还在放，我双手合十许下愿望，十八岁赐我点胆量，让我受一点伤，在似水柔情等待地久天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严鹤祥好过来，你看看，三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严鹤祥是我徒弟，贺子科里边说相声说的捧哏最好的一个，三十八了到现在没有女朋友，三十七哈，改完户口三十七，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上海有没有富裕的姑娘什么的，哎，要有合适的，真是给我们挺好。大夫说基本健康啊，都挺好的。你要是带着孩子来是最好啊。我们就折过去了啊啊啊！你演一个什么节目吗？什么呀？你会什么呀？我唱一什么呀？京剧，来一个呀，可以啊。范家的京剧，嗯，唱一花脸吧。好，唱一个打美案，唱的不好啊。驸马爷金钱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转个南朝驸马郎，我千人往上秒过张悔和男儿赵农闯个杀妻灭死两个心躺着鼻子喊起再秒我唐江庄之鸭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啊，走掉了，看出来了吧，啊，为什么说为什么唱这么好？因为三十七了，他都没结过婚，气力足。你不像孙悦，孙悦六岁就唱不了了，哎，是吧？这吃那个干炒黄豆吃啊。那行，那唱的不错啊。好，来，孙胖子，过来，过来。我真不灵，于老师还会唱野子呢。孙悦在我们这儿是个好演员，你别看什么都不会。但是很多段相声都离不开他，你说你不说他说谁呀，你只要节目当中涉及一个没有人样的一定是他，形神俱备啊，赖我自己，嗯，也不能赖你，长成这样怨我，哎，我也是有时候没正形，嗯，挺好啊，谢谢您，谢谢您，我回去了，哪儿就回去了，好吧，这样的话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好，什么呀？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叫不忍图，也叫劝善歌，我够十年不唱这个了啊，咱们赶上今儿人齐，咱们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好，来来来，我带着你们一块儿来，于老师您往这儿，何苏不都应该站后，都往前站，快来快来啊，往前站，何苏，混沌初分实在难笑，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日月穿梭催人老，有争名把力劳，难免死生路一条，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树大根那深扎地稳牢啊，人受这个教条武艺高，惊涛三遍吃甜水，劝民工你们人位高，千万别把这个小人笑，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君王有道乐逍遥啊，十万里江山扎得稳牢，问那官能人戴纱帽，武将人穿蟒袍，吃粮当兵也得忍着，似这样江山怎么能够不安牢啊，似这样的江山怎么养得不安牢啊，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争啊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冲好汉你逞钢枪，金银财宝猛荒凉，倒不如德云社你是开心笑一场，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
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这点卡的水。